干嘛去啊？有人在照顾他，我还是先回去吧。姐姐，我陪你跑了这么远，说回去就回去啊？珊珊，悠言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？我还不了解你吗？今天不管怎么样，你必须跟周学姐正面对决一下，挺直腰杆，气势不能输，是骡子是马，那出去溜溜。我又不是骡子，也不是马。我还说是谁呢？原来大喇叭呀！哟，小林子啊，大内总管亲自出来跑腿啊！你我什么我？你们都来了。桂白，你为什么会突然晕倒啊？对呀，医生有说是怎么回事吗？医生说没有什么大碍，就是最近太劳累了，然后有一点低血糖。喂，你想想办法。你不是挺厉害的吗？我们暂时休战，先搞定眼前的阶级矛盾。成交。朱学姐，作为你同专业的学妹，有几个法语问题想请教你一下，可以吗？朱学姐，作为油画系的一员，我想咨询您几个未来就业的问题，行吗？什么问题啊？我们出去说吧。对对，我陪着你们聊啊。我你先说。我就是想告诉你，别人质疑你金奖的事情，你不要太在意了。我在意的不是别人质疑我的金奖，那幅画就是我画的，我问心无愧。金奖的归属已经证明了我的实力。那你为什么要那么激动地跑出去？我在意的是，我在意的是你对我的态度。你说你不是我的女朋友，你跟我没有感情瓜葛，你是在帮我，还是我本来就不是你的女朋友啊？你又从来没有问过我。那我现在问你，21号换药了。是病人家属吗？我输液时候看着点，血差点回流了。哦，好的。你还笑？你还有3瓶葡萄糖呢，看着点啊。哦。